卡尔变形，哇哦，看，潘妮正从天上飞过。早上好，潘妮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你要送货给卡尔。在这之后，你还有另外的货要送。哦不，潘妮，小心那个！潘妮着地太重，把他的一个轮子撞坏了。哦，可怜的潘妮，看看安博和卡尔在那儿。潘妮带着你的货物，卡尔，但他不能投递你的，安博，他受伤了。安博，你能治好潘妮吗？你说的对，你还需要一些药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好主意，潘妮。让我们请超级卡车来帮忙。嗯哼。嗯哼。你要去哪里，卡尔？哇哦，一个秘密通道，他会带你到秘密洞穴。这个洞穴可真棒。卡尔，你会变成什么呢？卡尔变形，哇哦，你看起来像一架真正的飞机，我们出发吧。因为我们不在机场附近，所以你必须使用这条道路作为跑道。这里没有家庭居住或汽车通过，是一个完美的选择。准备起飞！你飞起来了，超级卡车！弗兰克在那儿。看，马特在那儿，他刚刚截停了一辆超速的汽车。该去拿货物了，回头见。超级卡车来了。你需要把这些盒子带给安博。太棒了，现在让我们回到机场。看，卡尔，这里就是机场了，安博和潘妮正在等着你。我们应该也会马上看到赫克托和超级卡车了。安博和潘妮，他已经离开一会儿了。漂亮的着陆，超级卡车。让我们卸下这些货物。看，潘妮，这是安博需要用来治好你的药物。好了，潘妮，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
再见，潘尼。干得太棒了，超级卡车，谢谢你拯救了这一天。当你看到卡尔时，也请替我们谢谢他。回头见。卡尔变形。早上好，杰瑞。早上好，凯蒂。你们俩对今晚的大游行感到兴奋吗？太棒了。为本地医院举行游行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哦，看，安博在那儿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忙，我们去打个招呼吧。你好，安博，我打赌规划这场游行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嗨 Susie， 嗨马特，你们看起来都很闪亮啊，你们今早去洗车了吗？哇哦，你看起来好棒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安博需要你们排好队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排练汽车游行了。那是什么，安博？哦，杰瑞，你应该在最前面，因为你开得最快。不好了，杰瑞怎么了？是你的发动机过热了吗？那么如果你的车不工作，你就不能参加游行。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状况呢？好主意，安博，我们会请卡尔打电话给超级卡车寻求帮助。嗨卡尔，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知道今天在赛道上有一个大型汽车游行吗？哦，你只是从报纸上读到了新闻。好吧，赛车杰瑞应该领头游行，但他的引擎出了点小麻烦，你能帮忙吗？太棒了，我们走吧。你有很多车型可以选择来变形，卡尔。当然了，一辆赛车就像杰瑞那样。各就各位，准备。卡尔变形，哇哦，我几乎认不出你了，卡尔，你现在看起来就像一辆赛车。我们走吧，你马上就能到达赛道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超级卡车来帮忙啦！欢呼吧，游行可以继续啦！大家开始吧，让我们练习起来。看看这些不同的颜色，超级卡车是蓝色的，凯蒂是紫色的， Susie 是粉红色的，而马特是黑白的。好的，超级卡车，别太快了，记住，这只是一个游行，不是一场比赛。没关系，超级卡车，
你不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练习。只有通过练习，你才能不断地变得更好。今天晚些时候，你就可以做得很完美了。这真是一场很棒的练习，现在的你已经准备好今天的游行了。谢谢你拯救了这一天，超级卡车，并请谢谢卡尔送你过来。下次见。